新北市的三重区某社区经传骇人的灭门血案，死者分别是69岁的妈妈、29岁的二女儿以及她年仅3岁的儿子。家属今天凌晨到现场招魂，随后前往板桥殡仪馆，预计呢在早上的9点会报验。整起事件是大女儿表示已经好几天联络不上妈妈，昨天傍晚请警消帮忙开门，才发现祖孙三代已经沉尸在房间。不过警方并没有发现门锁有被破坏的痕迹，详细死因还要再调查厘清。